那我们现在稍微调整一下，第二张资料表应该是台湾各区人口数，这张资料表有点问题。好，我们先来观看一下什么问题。等一下你再慢慢做，还会给你时间。来，画面，我们来一下，我们来观看一下第二张资料表。第二张资料表，点选这边第二张资料表，你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问题。真正问题在什么地方？首先，他判断没有标题列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就自动会产生 column 1、column 2、column 3，以此类推？请问一下，为什么没有标题列？因为他认为所有资料都是文字。你看，这是不是文字？这也是文字，这也是文字，尽管已经有小数点了。它都是文字。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哦，我们大家为了不要漏资料，所以我们会例如说打开 Excel， 先把所有的一般的格式改成文字。请问它是不是把这个551480设为文字？可以了解现在这件事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去看一下。这个资料最下面这边是不是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情形？所以这些资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计算？会，可以吗？还有像例如说，请问这些是不是都是数字？可是数字里面为什么会有东沙群岛点点点点点点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知道数字是什么。可是你不知道数字是什么，请问能不能填零？当然不行，因为零是没有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东沙群岛不是无人岛啊，所以你不能填零，只是因为没有去那边做人口普查而已。所以请问这时候应该放什么？应该放什么？就什么都不要放啊，空值啊。有听过空值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今天放了一个点点点，他就觉得说，诶，你这里面有数字又有点点点，所以它到底是文字还是数字，是不是就会产生混淆？你觉得电脑会判断文数字吗？不行啊，也没有这样子的格式。好，所以在这边我觉得这个资料是需要修改的。怎么修改？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就到首页底下编辑查询。编辑查询，然后选到第二张资料表，台湾各区人口数。首先，请问这个地方我是要把第一列当做是标题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，你觉得合不合逻辑？你看哦，这是第一列，都是文字，对不对？第二列是不是都是文字，对吧？所以他就认为所有下面，他只判断到这边了，他只判断到这边，所以他就认为说所有资料都是文字。既然都是文字，他就不知道说什么是标题，所以他就把标题视为是不存在，所以他就补了 column 1、column 2、column 3。好，合逻辑哦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先把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。好，请问一下，我们现在标题已经不是 column 1 column 2，而是什么 statistic year， 然后那个 site ID people total。请问你要英文还是要中文？中文。好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要再做一次使用第一个资料列？作为标题，你看，当我今天一把这个当作是标题，第二列你看是不是有数字、有文字、有数字，所以它是不是就把这个年底人口数变成数字了？很好哦，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拉到，接下来我觉得还有一点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，你看最下面这边。最下面这个地方有看到 error 吗？因为有时候我们去把开放资料叫进来，你一定会看到什么有多少笔资料是 error。
请问这是不是刚刚我给你们看到那个点点点？如果我现在我就直接关闭并套用，你能不能记一下有几个 error？ 四个。请问没有年底人口数会不会有人口密度？就不会有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关闭并套用，我只是要让你看一下这边他会说什么。载入的查询中有一个包含错误，因为他是不是把这两个资料表会重新载入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到 Power Query 里面，然后关闭它，关闭，然后重新载入，是不是变成有两，就是两个资料表重新载入到 Power BI， 然后 Power BI 里面他说在那个375个资料列里面有两个错误，可以吗？不是四个哦，总共有四个 error， 没错，可是有两列发生 error。 好，没有问题哦。好，我要继续编辑哦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编辑完，这边我觉得因为之前有教过，所以可以继续跟你们分享。你看在最下面，为了我们分析资料方便，快到了，真的。刚刚你之所以能够看到那种画面是代表什么？你可以看到荧幕的残影，那是代表什么？记忆力不够，他累了，我们也累了，这套吗？好，只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啊，不然你根本就电脑是跑非常快的，不可能这么慢。请问一下，这一列要不要删掉？要删掉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你把它当作是计算的依据，到时候这 error 它根本就不能算平均，也不能算，反正一路会错误下去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这一列删掉，这一列也删掉。所以请问总共要删掉几列？七列。所以一样去哪里找功能？是不是到枢纽控制这边去找？请问要找哪一个选项可以删掉七列的资料？移除底端资料列，然后是多少？七，然后确定，然后等一下我在这个时候点关闭并套用，请问还会发生什么两笔记录错误吗？不会，我们现在总共资料记录只剩373。只剩373列了，也就没有东沙群岛，然后什么南沙群岛，你看也没有错误了，可以吗？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两个资料表这样看起来都正常了？好，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把台湾人口的统计数修改成正常的情形。